先生你好，我的名字叫伊斯达蒂，我中西爪哇来的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两个小孩，男生男女生，我的身高155公分，我的体重55公斤，我已经去台湾工作，照顾阿公阿妈3年多，还有我帮忙太太照顾小孩2个男生，我工作打扫房间，打扫，然后洗衣服。绑衣服，大扫，然后我出差，我帮忙太太准备早餐、午餐，这样子，谢谢。